督官鹿谷乡这个德林社区鹿林学习中心，为了要大家有机会去学到这个新的知识甲才艺，专门安排做这个龟基党这个会龟党会课程。所以讲做法较复杂，伊唔过这个社区乡亲拢学甲真好用，真欢喜。为着外教楼、二教楼，鹿谷乡的镇南社区的学习中心，即摆特别开办，为越南实践到台湾的点心课程，甲大家变作利用在地食材，甲菜园去一蕊真水的花出来。我们社区办这个课程其实蛮棒的，因为呢，让大家可以用脑袋思考，对任何人的这个脑力呀、啊，其实是蛮能够去激荡的。每一个菜园内底做出一蕊真水的花，是真考验耐心和你的手势，来当学员找到家己的自信心，来当发展第二专长。那大家来学这个的话呢，第一个可以增加自己的自信心。那你如果来学的话，可以透过你的技能，然后就会有可以贩售。要学到这个好手艺是介无简单，不过对学员来讲是一个真难得的经验。后摆来当伫咧家己的厝内学做看卖，和亲戚朋友来分享。Hello， 我是易景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